大家好啊，幺八四二物价，咱们说一下打物价的方法。打物价，原皮物价和扁皮物价一样，先上上钢柱，然后用手掌心侧面切皮筋，为了皮筋更加均匀，然后用拇指和食指，均匀的将皮筋撑开，打干树枝。这个地方距离比较远，中。没中。中。见好就收。大家好啊，那个桥面上放一个红色的瓶子，瓶口上放个打火机，先爆打火机，后打瓶子。我操，瓶子碎了，打火机没爆。时间他们又带走一切，留下你最热辣的眼神。漂亮，漂亮，太漂亮了啊，一发就中，一发就中。